大家好，我是万子。昨天晚上在这边住了一个晚上，然后我们今天白天的时候来看一下这个江户苗寨的寨子。是比你们寨子大一点，大多了，好不好？比我们寨子。这边风景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有时间大家可以来玩一下。他们玩得好开心啊！咦，这个烤粉厉害！他用个纸箱子，然后坐在里面，他又烤的火，然后不会那个暖气不会到处跑。高手在民间。千户苗寨，然后遇到了一个小伙伴，他送我到了凯里市了，然后等一下我要去坐车。谢谢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希望大家有空的话过来一起玩。对，他是千户苗寨当地的小伙伴，当地的向导。他特别熟悉、啊。然后的话呢，我是花子的粉丝，忠实粉丝。今天很幸运在那个千户苗寨的街上遇到花子粉丝。一定要专程送他一程，送到凯里过来。期待在车站见面，喜欢花子的请关注花子 TV。谢谢。好，我们到了啊。下次去玩的话就找你联系你啊。好的，再见。拜拜。好，今天这里就到这里了。喜欢我就关注花子 TV 啊，拜拜。想看更多精彩视频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"欢子 TV"。